时尚的女王鸭子的好朋友马奇哦。不好意思哎，这怎么会找鸭子来呢？当然是我马奇哦啊，因为我呢一直都很注意流行这件事。女生呢就是喜欢穿很多很多双美丽的鞋子。今天呢我就要告诉大家 ，shopping 万岁！当然喽，女生一定要爱自己。每一天如果可以变换造型，改变自己的心情，那女生一定都会天天都很开心。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 fashion 呢？你们看这一台 Fiesta 到底可以装几双鞋呢？粉丝团留言，猜猜看，里面一共装了多少的鞋在 Fiesta 车身里呢？就有机会得到跟纽约同步限量发行的 Fiesta Night